这边有个花店挺有意思。这是什么果子啊？没有见过呢。大家看一下，有认识的吗？花店挺精致的，很长时间不逛花店了。说实话，大部分花我都不认识。虽然不认识啊，但是觉得也很好看。这个都黑了。乳茄。嗯。哦，哈哈，你们摘下来了。黑了的就会。就不能要了。好看了。我们就都剪了。这个能送给我吗？可以呀、啊。谢谢啊。你拿个好的呗。啊，不要，你那个。拍了一个，看了一眼。啊。我要拿剪子去。想剪开，给你剪开看看，它其实里头可恶心了。这是啥果？乳茄果，它就是。这能吃吗？不能吃，它是一种药材。啊，是这种的啊。对。这个小姑娘把那个送给我了，这个乳茄。哦，我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，挺好看。菊花太有特点了，各式各样的，啊，很漂亮。看看它的菊花，大家好，我是莫克生，今天想吃牛排披萨了。榴莲披萨我比较爱吃，有些人吃不惯，但是我觉得很香。吃完饭洗个桑拿，浑身轻松一下，度过了愉快的一天。那么好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再见。